特里，我就要出发了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琪琪。没关系，但是时间很紧张。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啊？我帮你吧。我帮你吧。不用，我来就行。我来吧。请安静，雷奇，你来坐吧。好。是吧，特里？没什么，那我出发了。哎呦！安巴，我和罗伊试着把特里拖上来，你继续观察特里的状态。知道了。开始吧，罗伊。好。救救我！别担心，特里，马上救你上来。特里，你能配合我们慢慢的转动车轮吗？我试一下。很好，我们开始了。一、二、一。二，加油，已经赶紧上来了。二，我被勾住了。特里被卡住了。什么？罗伊，我先到下面往上拖一下车尾。好的。安巴，你来拉住这里。知道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一，二，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再坚持一下吧。不行了，感觉集装箱就要掉下去了。波利，你快上来吧，不然你也会掉进海里的。别担心，特里，我没事的。特里，你再加把劲儿。抱歉，我撑不住了。特里，我来了。你来的不晚吧？不晚，正是时候。是吗？我可是刚换了新冥界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干得漂亮，海莉。